加咗，我係美聯物業將半路坑口站分行嘅 Andy Lim， 今日為大家介紹嘅咧係田野嶺站、地鐵站上蓋嘅物業、都會站、三房套房，大家留意下呢、這個盤咧係其他盤嚟嘅。至於呢個盤有啲咩優勢咧，我哋而家睇睇。我哋由地鐵站咧去到我哋嗰邊嘅入口咧，只係22步，唔使半分鐘嘅時間。我哋唔好講地鐵站呢邊，至到院入口就喺嗰邊。我哋講埋先。大家見到啦，呢、這個距離非常之近嘅，我哋而家可以上去院度望一望。我哋而家嗱喺我左手邊呢邊咧，一至五座係2006年入伙。至於喺我右手邊呢邊咧，6至10座咧係2008年入伙嘅。我哋今日介紹嘅單位咧，就位於第八座高層嘅 A 單位。呢、這個單位咧係向東南外延，比較清靜。不過大家要特別留意嘅咧係，而家業主放盤呢個價錢咧係1000萬之內。1000萬之內咧，三房套房仲要向東南嘅話咧，喺區內咧非常之罕有嘅。好啦，我哋而家嚟到嘅單位啦，我哋大家一齊感受一下呢個客飯廳有幾寬敞先。嗱，呢邊係個飯廳。呢邊係客廳嘅位置，再嚟睇一睇我哋嘅露台。我哋嘅露台咧同個客廳一樣咁闊嘅，非常之好用。再望望外景觀啦。離開我哋嘅飯廳位置啦，嗰邊咧飯廳位置。擺完餐台之後咧，我哋呢邊嘅客廳咧，仲可以擺個5人嘅梳化。你望望呢邊，我哋主人房咧，其實可以擺到 queen size 嘅床嘅，相當之實用。我哋再望望個洗手間，見到個洗手盆咧，連埋個組合櫃咧，其實業主換新咗冇幾耐嘅啫。頭先我哋客廁嗰邊咧，同樣係嘅，個洗手盆連埋個組合櫃咧，都係換咗冇幾耐。呢個睡房咧可以擺到標準嘅床同埋衣櫃，我哋睇下。另一間睡房，最後再睇同大家呢、這個單位有啲咩優勢咧？呢、這個單位係地鐵站上蓋嘅物業，高層東南外延。最重要一點是業主放盤的價錢咧係1000萬之內，可以做到80%高成數按揭嘅。如果大家都係揾緊呢類型嘅單位嘅話咧，唔好錯過機會，盡快 call 我啦！我電話係9688-6796，美聯物業 Anthony。好啦，拜拜。